An enquanto na sem band Pre студiens此 Harriet Deir 本区一百一十五页的后一面，一百一十五页后一面，第二行中间的部分，我们就念一段经文对照一下：无论从道依观而教化。 一切十方众生，转一切众生皆沙婆乐，空执执心执行，一空三千生草，皆苦而不受者啊！皆他执他就继续起去。执起缘，无漏中道一观。 是自普而不受一切生明之心体用之功，皆显中道观世之意。所言不坏道中取者，谓以无漏中道平等一贯，即以一贯原则，所以再有转有，再无转无。 而能教化一切十方，只有植无众神，你有无相，皆转一切众神，聚落娑婆六海，平等大空，无以涅盘正直之道，所以不必物坏而能坏物，人不能转而能转人。 是菩萨皆以直信、直行自成成人，如撒婆惹也，愚空灯草是直性直行意。菩萨事先受身往来三切，因缘而来，因缘而去，皆以直性而行直行。无于法佛无求法破。 无厌生死，无爱涅盘，无所挂碍，犹如虚空。所谓不如三切见于三切，故愿与恐三界生死皆苦而不受也。我们就解释这一段，之前有这么少，不落中到一贯一直到。 解苦而不说，最切断的经文是深诉说明执行，体性妙用的功能得用，啊，来提示显现中道第一义谛，观照智慧的利益。所说不坏道种子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运用。 无论中道平等这一种的观观法，也就是运用这一种的观法，圆融来观测，所以再有不必，啊，再有能够转有，再无也就是在空，能够转空，而、啊、能够教化一切十方执着有。 有普通防护外套，就只有植物，就是二生圣草植物啊，路入偏空涅盘，而能够叫化一切十方执着有，执着空啊，而众生愿你有空种种相。 皆能够转化一切众生，完全都能够起入于娑婆罗海。娑婆罗海，娑婆罗就是梵语，翻成中文叫是一切种子。娑婆罗海就是一切种子海我把一切种子。 是了之一切众生的因缘，了之度化众生种种的道法都彻底圆满，所以他这种的智慧是圣光如同大海，所以称作“沙婆罗海”。啊，这种平等大空无余的涅槃。 是属于正直的道法，所以不被众生所破坏，不被呃众生所破坏，不被万物啊所破坏，而能够破坏万物。人不能够转，而能够转人；其他人不能够转变他，而他能够转化其他人。 这位的菩萨都是运用正直之心，行正直之心，而自己成就，再成就他们，所以己为利益而利人，那那么己成而成人，而去尽乐，尽乐娑婆罗海，而清净。 愚空等者，愚空等等是什么意思？就的解释正直之心、正直之心的这种意义。菩萨示现受身，往来于一切、啊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那是因众生的机缘而来啊，呃、啊。 因众生的经机缘而离，却都是以这个正直之心而行正直之行，不以法服，不求法破，不以法服，这个语彻，有为的意思，而且不为法服，不求法破，为什么不变法守束缚？ 也不求法的系统呢，啊，因为法性本无佛陀，在真如法性里头，本来也没有常福，本来也没有系统，所以就不为法福，也不求法佛啊。诸法从本来常自体内相啊，既然常自体内相，哪里有常福？ 哪里有系统？本来就是系统，所以不于法缚，不求法脱，也不厌恶生死，也不爱走涅盘，那就无所挂碍，就犹如虚，犹如虚空，犹如虚空一般，啊，无障无碍啊，所谓的不如三切，见于三切。 这两句是出于法经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，它是出于《如来寿量品》第十六。啊，在性万老法师的《法华经》讲义，《大圣妙法莲华经》的讲义，它是在一零四二页就有这一段，一零四二页。 在法华会议，我与大师的法华会议，它是在十二卷啊，在呃这个，他在十二卷四十五页这个地方，十二卷四十五页啊就有啊。那么这两句什么意思？啊？我们先。 依照会议所说明的啊，简单消失。不如三界见于三界，就是说啊，会议他就这么说，不同二种三界之人，或见三界为有，或见三界为空，故言不如三界见于三界。 则不同两种三界之人，两种三界之人是哪两种三界之人呢、啊？这两种就是指受分断生死的人，以及受变异生死的这两种三界之人。那普通凡夫众生是说三界分断生死之苦的的人，三界的人。 二圣圣草，但是还要说变异生死的啊，接同三界之人、啊。所以普通二同三界之人呢、哦？或者看到三界是有，反复外道执着三界为有；或者看到三界为空，二生圣草就执着为空。 而现在的这位菩萨，他不如此了，所以你看，不如不如头两种三界之人，我只看到三界为有，我只看到三界为空，所以叫做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这个意思。那假如跟去信公的啊？ 法华经讲义，他就比较详细的解释啊。那我们就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啊，比较具体的说出来啊。啊，这段经文呢，就从一零四一月开始。 然后啊，一零四二就正式有这一段文。法华经他就这么说：，诸善男子，如来所演经典，皆为度脱众生。或受己身，或受他身，或是己身，或是他身。 或是体是，或是他事，诸所言说皆是不虚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如是知见三界之相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即灭不者，非是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见于三界。 如是之事，如来明确无有错谬，就是这两段。那我们就消失，消失。根据性空，他就这么解释说。 说如来是随着众生的根基而应化，本来是为了度化众生。所以所言说的经典，不论是藏通别人见顿显密，无非都是为了应激而施设教法，使令能够度脱两种的生死。就如同杂阿含经说。 假如众生没有生老病死的话，如来终究就不不出现在世间。所以为了众生，所以宣说调护之事。如来所演说的经典，或者说自己的身体，或者他人的身体，或者自己的事，他人的事，就是说种种差体。 这一种条幅指示，收到几身，就如如同说世尊过去做人、路线呢，啊，还有向十六沙弥之意，还有做常不轻菩萨乃至一切本身经，都是收几身，说他生的情情形，就如同说调他他是。 阿世仙，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，弥勒阿菩萨过去做一切智光仙人，乃至经律当中所说一切本事都是。是起身，是现起身，就如同现在释迦牟尼佛八像成道，以及及体及体分身诸佛，就是。 这个就是神四千提身，四大身就如同说，毗婆是佛出现四千，今日开塔见多宝佛，以及周地涌的菩萨，都是都是属于四大神，四体是就如同现在释迦出生释迦牟尼佛哈，在阴地哈，这个出生那七生子。 降魔成道说法现神通等等，都是这个就是四体事，他是他事，就如同说阿弥陀佛发大愿，成就第一净土，普度三根众生，就是，从总说来，如来所有的方便言说，都是说明诸法人生性口，不是虚狂妄语，啊。 无不有因有果，有事有理，就好像众多的药物，虽然有所区别，能够治愈众多的疾病是没有两样的情形。又如同幻化之事，做众多幻化之物，无不每个每个都像真的东西一样的，能够使你看到的人。 非常的欢喜啊！所以佛就如同大医王、大善使，安住在一心二门的大幻三昧当中，能够时空时、间空间咯都没有穷尽的，运用种种善巧方便，或说或是或智或他，使令众生都能够见闻生性，而能够获得度脱。 无论说的什么话，都是真实没有虚妄所以下头就说了：“所以者何？如来如是之见，三界之下，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，即灭度者，非时非虚，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如实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谬。” 那信空，他就解释说：“说这一段文非常重要，是说明如来一一心三观所证的一心二门即空即假即通真实不虚，所以能够全巧方便实现种种身、种种事，迅速种种的法要。”啊，如来如是之见，这六个字。 又连贯三界之相，以下的五趣经文就联络下去。如来如是之见，三界之下无有生死落退落出，亦无在世体灭度者，为是会是啊等等。那么非如非异，不如三界尽于三界，就这样。 要连换三界之相，以下无去尽这个就是如来如实之见，一切法都是如幻，都是如幻如发，四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真如静心啊，真如的清净心，一一心起缘起的这种种种的幻象。 因为生活同体，他心真如满，无相故空；而心生昧满，他是无不像故假。心生的种种法身，所以就无法不差，即空即假，不依不依，就叫做中，就叫做中。可是有法器的众生哦，没有佛的全十二字，一心三观，因此。 妄想分别有种种执着，或者执着有，或者执着空，或者呃执着，或者执意，或者执身，或者执灭，所以不能够如实知见三界幻象的真面目。那么三界是六道众生虚妄想成的啊，这种依报。 也就是有漏众业所升起的幻象，假设安逸名称叫做三界，实际没有三界真实体相可以获得的。又如同方便品说，说世间相，世间相，也就是生灭门、连体三界的幻象，长处也就是长处真如门之相，这个就是所谓的。 极望是真心外无法，总之，三界是众生的梦幻之境，虚妄的八识是梦幻之心，三界的四象是梦幻之事。这个就是如来以佛眼所知见的。那么六道的众生啊，他是运用有爱的诺言啊，以及无爱天天眼 并用净色根、无尘根作为自体，而圣文名觉他称作慧眼，他就以深空智为自体。菩萨能够见到尘沙，慈悲法门，这个叫做法眼，但是以观二谛智为体，而佛他却应用全十二智正得十法界众生同一尽心之体圆满去处 九法界所有的乐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言啊，而称为佛言那么，这种的佛言就是以真如净心为体，是净心的功能，所以也可以称作净言那么，如来如实之见三智、界之相是什么意思？就的理上来说。 如来之见，性空缘起。性空叫做如，缘起叫做啊，缘起叫做来。一不依不依，真俗二地恒存，一味常显。啊，这个就理上来说是如此；就着心门来讲，如来运用一心三观，见到心真如门无相，这个叫做空，空也叫做如。 看到心生们门，无法不去骗，这个叫做假假，也就是来的意思。不义不义就叫做忠，那什么叫做知见？就佛所称二谛来说，实智正称为知，全智实智就是根本智，正的正谛理啊，这个叫做知；全智正的属谛理叫做见。 就一般来讲，之前来包括了见闻觉知，也就是六根六识的功能，也就是一心的功能。在眼叫头见，在耳、在鼻、为闻，在舌、在身叫头诀，在意叫头知。而手知见的境界就是六尘。中合根尘是三茶，就是五蕴哈，那么啊，包括了啊。 六根六尘除一，除掉一，一根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色月一以提示，那就开开展出成为受想行识四运。所以五五运都是以阿来也是为体，从五运就开出十二出十八界，这是宇宙人生的总相，也就三界之相。 那什么叫做如实见？不如实见呢？简单说，知道一切法是虚妄，不执着为真实有，这个就是如实见。假若执着虚妄为真实，任这个万华为真法，这个就叫做不如实见。一切众生都是有心，有心必然依心有所谓动念而变现无业。 这五蕴为心事所依处、所执着，这就有如同戴上有色眼镜，不能如实见到事物的真相一般。所以，就如同古德说：“不是庐山真面目，皆由身在此山中。”啊，那么佛，他是有达、名了、通达，身体内外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。 唯独是自信清净心，随缘熏现它这种相用。无念、无相、无念的清净心，被依恋不觉无名所熏习，又希望分出能所，就自见立痴，所以就有了心，所以无名原起。本来灵光独药，迥通根，迥头根成它现在就变现，成为众生的八识，有八识。 在变现五蕴十二处十八切，这五蕴等都是以静心为体，但是有其非有，非有而有，有而空，所以有故不有，空而有，所以空故不空，不空之空，空而不是断灭空，不有之有，有而不常哦，所以一心三观相应。 四种执着就可以灭除。那只有执无啊，只有执空啊，执、啊、一有一空，执非有非空，这四种执着都可以灭除。百非百种的过非也都能够全灭。所以心无所得，无所执着，所以就能够如实见于三界哦，如实见三界，是吧？啊，新闻二法师他。啊 他说了：“说我曾经做气送，这么说，无名也是提根尘，和和应缘有五蕴，五蕴就是三切子果相生无了日，子果又指无名，相生无了日，只需不知得太平，知道希望，不知得使有，那么就能够获得太平。”说了，无名也是。 以及配合六根六尘，何德英文开始就有了这个五蕴三界的这些相啊。那么这个执苦的这个无名相生就没有啊这个了断的日期了，没有了期哦。我、嗯、们知道希望不执着实有的话，就能够获得太平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如实见到三界。 那所谓的不如实见到三切是什么？他又做一首偈颂说的：“说无生无灭是真心，幻灭幻生有三切，如水阴风波浪起，六根才动便是真啊！说无生无灭哦，是真心。我们真真如本性咯、哦，真心就是不生不灭的。” 幻灭幻生而有了三切啊，就如同海水因风波浪就升起，六根才一动的话就是真哦，就是真、哦、啊！哦，下头还很多啊，你看，这里就先到这，然后。 下头的经文，他说：“无有生死，若退若出，亦无在世间灭度者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“佛观三界内外，一切法都是如幻，有其非有，全是心真如门，无相可得。”那么若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无有生死哈、啊。那么若退。 也就是指界外的内盘相，露出就是界内的生死相。再是以体灭度，就是二种生死，无量的生灭，都是有如空花。空花之体就是无相的虚空啊，生死之体就是无相的心真如门。空花有相，它有退有错。 而虚空无相，它是常恒不变。这个就比喻众生有生死及涅盘幻象，而心真如嘛、啊，它是无相，是如如不动众生在三界当中，因烦恼而造业，因业有报报熟的话，那么又有生报尽，那么就有死。这个都是众生希望想象之所造作。 就如同梦心手做梦事一般，本来清净无相的真如静心，并没有三界世间的生死相，也没有出世涅盘的灭度相。就如同觉心而觉醒之心，本来也没有梦事、梦中之事。如来悟证真如静心法身，知道生死涅盘皆如同幻梦，所以。 不住生死，不住涅盘，不急三切，而不离三切，而能够安住在正如尽心法身，随缘应化度化众生。这个就如呃啊,啊，这个就如同不急不离梦境梦事，以神用来神切梦心本来就是觉心，所以啊，没有生死落退落出，这个就是空观。 既然能够运用空观，所以没有辩计所执的三界真实之法，一无在世即灭度者，这个就是假观，所以就没有依他其他生死涅槃。无在世故不计众生切，生死如梦，无有生死，无灭度的边空，不离开众生切。为了仔细顺受涅槃，涅槃也是如幻。 生死涅盘都是不可得，所以是随手，非死众生迷惑于正如净心，执着希望为实有，所以就起破造业而有生死。假如我们能够听闻佛法，依法去修行，就可以断除希望的烦恼，灭除如幻的生死，这个就叫脱涅盘。流转就叫脱生死，完美就叫脱涅盘。 有迷雾的不同，有流转幻灭，缘起相万能可见，所以说非虚；无差而差，所以说非如；差即无差，所以叫做非一，叫做非一，这个叫做非实、非虚、非如、非一。啊，没有虚实、如意事项，这个就是中观，就能够证得无相、无不相的一心二门。 六道众生所见的三界，有尘、住、坏、空，也就是啊尘，也就是实；住，也就是如；这个坏，就是一，空，也就是虚等等这四项可以破的。二圣所见的三界，对这个空体的内盘，是属于空体的内盘相；地天菩萨所见的三界，它是有虚有实的支配相。 为是其空其假，为虚非实，不一不依的中道下，唯独有如来从九眼前以来，哦，是圆满彻证一心二门，所以能够运用总之佛眼，一切总缺，运用佛眼，用一心三观如是亲持听天，三界唯是一心缘起的幻象，不同众生所见三界事实有效。 有所得，有所注册、注册，所以说不如三界，这个就是空观。但又见于三界，确实是由众生本事、一心缘起的假象，所以说见于三界，这是假观。如来看到三界，非如非虚，真空未曾不有，即有以见空，见三界非一非实的情形。 万有未死不空，即空以明有，空有互相成就，真俗二地互相圆融，就能够证入中观，能够获得一心二门的全体大用，是吧？就如同大正子观所说的“心性自清净，诸法唯一心，生死亦是心，涅盘亦是心，一心而作恶。 二凡无二相，啊！如今体是一，随降成重气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心性是清净啊，诸华为不是一心，生死流转，生死与是心啊，正入涅盘与是心，一心而作生死内盘、啊，而生死内盘这两种还没有这两种的相差，就如同净体，净的体执是一个。 然而，随着工匠就造作种种众多的器具，一般啊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那么，四心做三界哦，四心是三界哦，三界内外一切法，都是一心缘起的幻相。这个就是如来运用佛言所知见的，所知见的。如是之事，如来明见，无有错错谬。如此的是。 啊啊！一、啊、切如来清正一心二门之事，如来如是知见。你看啊，这个知见，正如净心，本离一切法相大明故。所以以正如净心为体的三界内外一切法，也是毕竟如幻，没有真实相。好、啊，我们就到这就好了。 所以这一段，他老人家其实是很详细。这个我们还有省略掉，还有省略。啊，那么这个说过这一段之后，我们就对这两期就能够比较彻底了解。这个就是所谓的“不如三切，见于三切，过园在得下头。过园一空三切生草皆无而不少。 所以少唯恐三体生产结腐，他而不纳税，有中草结使疮腐，然而他却不纳税。接着我们看何处的说明，何处缘以此无乐中道以观教化众生，令其介入娑婆罗海，翻译娑婆的，此番一切至此。 三字一行中达，明一切智持，即究竟古觉也。由达无明生我本空，而正中到一时之理，故涅品执性，外行执行另外一路，则于空法幻梦之三界，所有生者皆苦，虽虽以游戏出没，而不受其颠倒影 维大师的合作有这么少，运用这种的啊，无漏中道第一义谛这种观照之法，能够教化、释放一切世界的众生，使令他们都能够证落啊，这个娑婆罗海，方译娑婆罗，此地翻译叫做一切种子，一切次次。 一之智,智也就是一体总智的另外名称啊。那么一体智智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,啊？那么这个就是指佛土的智慧，它是一体智当中最殊胜的啊,啊。那么音的翻译叫做“萨婆罗耶”啊。一体智它是通于声闻、缘起、灯佛这三藏。 然而现在为了区别啊，这个佛字跟前面两种字，前面声闻缘起的一切字，所以称佛字叫做一切智字。在《两万经》卷上啊，大上《大正上第八册八百三十七页上南，他就说到：“说自性清净，明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智智。” 自心清净哦，叫做本觉性，本来的觉性，众生本有的觉性，就是诸佛的一切智智，在《大日经》卷六《大正藏》十八册四十一页中南说道：「你一切分别，即无分别；而彼无尽众生界，一切去来，诸有所测。」 不生疑心，如是无分别，一切次次等同虚空。在他日清卷六，他说道：“所愿的一切分别，一切无分别，能而比无穷无尽的众生界，一切过去未来诸多有所造作，不生起疑惑之心。” 如此无分别他一切次次又等同虚空。那么就可知啊，一切次次是自宗自痴，又犹如虚空切，远离一切分别，又如同大地为一切众生所依止，又如同风切，除去一切烦恼尘埃，又如同火切，能烧灭一切无智之心。 又如同水菜，终生依靠它而非常的欢乐啊！不但运用啊，一切虫运吃，一体花亦能够了知此法所为究竟这一种正常不坏之相，它是不浅而、啊、不真不浅，犹如情感所以是。 究竟十次十气的这种十次，而是唯独如来自证的这种系统。位啊。以上这段是六次佛光大慈悲，六次佛光大慈悲，啊，第十六页啊就有就有这个一切智智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解释一切智智，也就是。 佛的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，也就是知道一切诸佛之道法，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的因种，而依佛的道法来度化众生。所以、啊、三智一心中的三智，就是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在一念心当中，由于一心三观。 所以，三次在一心三一心当中就能够证得，这个叫做一切智智，也就是究竟的这个股权无上佛果的这种渠道。有道无明生活本空，因为能够通达无明生活本来空气而证得中道，于是到这种地理。 为内敛，可以秉持这种正直之心，外头就行啊正直之心，内外就一如了。那么啊啊就能够对呀、啊，空花、啊、梦花、啊、如同空花、啊，如呃、啊、如幻如梦的这个三界所有的生死天赋，什么叫做生死？生死。也就是。 对以在，在五音、五音等等法当中，希望执着我能够升起众多的事哦，啊，以及执着我来人中所生哦，所以叫做生产，这个叫做所有的这种生产，当的及时、产伏、烦恼啊，虽然虽以游戏出没，而不受其颠倒。 这个菩萨和菩萨都可以随意的在三界里头啊，这个游行游戏教化人间喽、哦、啊，出定入定那、啊、都是这个自由自在的，而不受他的这种颠倒。这个古体里面，像是无漏中道一味观，而教化十方。 转一切众生者，转凡向圣也；转众生时，皆以识破了空子之执也。一切菩提真空性故，二空正心名执之心。字总结言执行为空，故善皆福而不受也。烦恼根本名为主者。 菩提七,七就解释说，像是无路中道以外的这种观法，运用这种的观法，而来教化十方一切众生。那么转一切众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转换相生，转变凡尘凡情而趋向于圣智。转众生的的时候，在转化众生的时候。 落实运用佛的智慧的一种空执啊，正执之心啊，落于真空正执，这种正实正执之心，一趣菩提真空性扩啊，用来趋向无上菩提，这是真空体性的轮廓啊。那么二空正现正现。 明执之性，二空、五空,空、法空，这种正治之性；二空真如，这种正治之性，叫做执执性。其次就种种其视，说到执行为空啊，说到执行为空，所以啊，在三界当中啊，故三界皆苦而不受。烦恼的根本就叫做主宰。 在古天机啊，他前面的生草啊，愚空三地生草，他是说愚空三地主草，结福而不说啊，所以这里说，玩恼根本就称作主草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版本的不同啊，主草就是主宰草啊，主宰草，把它当做主宰草啊，烦恼根本叫做主草。接着我们看新料，另外一新料。 心料不退心，若佛子不退心草，不落一切反复地，不起心张眼出现，亦复不起其因。相似五人入三界业，一行空而不自退，解脱于第一中道，一何行故不行退？本期无二故而不念退，空神观此如如，相续沉沉，心路不二。 长生空性，一到一天为不退，一到一兆。好，这一段，我们看直体的寿命。直体呃，只是不退心回向意也。别经眠，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，微行无而善善，微行无而善到这里善，前面一个善。 之下就一个逗号，然后下头第二个善的下头的逗号，请诸位删除啊。为行无若善，善而不恶故。在此前的原文他，它是行无路善善，然后而不恶故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根据啊，根据四条一起做啊，服啊服风气。 那个他的寄托更改了，更改了。为行无漏善，善而不恶故。好，我们就解释，只接说啊，这是解释不退心回向的意义。在另外的今天，上头说他啊，他称作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。 落一天平等三根回乡哦，啊，那什么叫做落一天平等三根回乡像都说，为行无乐而善，善而不恶故啊。所以四条佛红器他说，行无乐善，善而不恶，名落一天平等善根啊。那佛红器他就解释说。 你是说,说，行无落善，这个无落是什么？讲到无落，就是不落落于空有二变的这种善法，这个叫做行无落善。行这种的善法，不落落于空有二变的这种善法，善而不恶。行这种的善法，然而呃、啊、呃、啊啊啊啊、解是一如的、啊。 这个就是中道之善，中道第一一地之善，所以叫做善而不恶。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的万善，啊啊，所谓六土万行，都是其修，都是一体啊修习的啊。而心中能够明明了了、啊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挂碍，所以叫做无漏不恶。 无乐不恶，根据实回想，当时修这个云中啊、云龙的中道啊、哦，所以修一善而就是修无量善，所以叫做入一切平等善根。那么根据不恶这个不恶，他又这么解释说：根据经品说。 说行善而无乐，善而不恶、啊，行善而能够无乐，没有烦恼的啊！行一切善法而能够契入中道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啊，因为众生的根基很多，不可以单独运用一时地之法而来行化，所以近代而空有二边全巧的这种相，全巧的这种法相。 这个善就是有这篇，无论善是什么？就是空篇。现在菩萨啊，他智慧诶有所转变哦，他的形持也比较圆融哦，所以能够即空而有，即有而空，所以叫做路一切平等善根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。 看看这个《相同纲要》，菩萨恨位的说明。那么这里就是第六，他就称作称作随顺一切兼坚兼固上根回向，跟下头的何处的名称一样的。 那么这里我们这里是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，然后在《向东刚要》第六回向，他称作第六随顺一切坚固善根回向，然后下头他就解释：外以内外财尔随众生意而会施之，见诸苦者悲以生代，坚固安处自信公道。 以如是等诸善功德而回向矣，这个不是自己的己，是回向矣。令一切众生得大智慧，除灭大苦，明随顺一切坚固善根回向。好，我们就解释一下。说第六随顺一切坚固善根回向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。 运用内外的财富，内财替了我们的身体了，头目脑髓；外财就是这些啊、呃，外头的这些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。随着众生的心业啊，他所要求的啊，而来恩和恩惠施舍给对方啊，那、啊、看到诸多这个啊。 痛苦的众生，呃，升起大悲悯之心啊，以自身来代替他的苦，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啊，过去啊，一个在火车地面啊啊里头啦啊,啊，看到这个众生，拿自己的金来啊偷车了，啊金都拉的呃、啊、没有了啊啊。 对啊，没有金口拉拉，来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他就一个，嗯嗯，啊，把自己的金就抽出来给对方啊，然后代替对方来拉车，这个个背生财，背生财。那么坚固安住，呃，自信的功德，以如此等等诸多善法功德而回向之后。 指定一切众生能够获得大智慧，除灭广大之苦，为有策随顺一切坚固善根回向，有这里啊，其他我们再看具体的说明。具体为由于三不退去而成，三啊不退有三一。 为不退，为此菩萨保卫不同声闻之位，助者解头涅盘，故言不住解头，仅二身不能入三界也。二行不退，为菩萨行不同世地，完美之行，有住有退，此达根本菩提真如实际，理智一如，无二之行，故得行不退也。 三念不退，为此菩萨之念，不同念空无相无错，有念无念，分别取舍，此以空生观测，照了诸法，皆如如相，是故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以无念庆，是名念不退也。到此，我们就解释，直具体为具体。 啊，就这么说，由也三种不退的智慧而成就，不退有三种。第一种叫做位不退，第二行不退，第三念不退。第一种位不退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这这位菩萨的这种保卫，这位菩萨的这种保卫，那么啊。 不同于声闻的这个位置、啊，声闻的位置，它是住于系统涅盘、啊，只是这么小系统是偏正涅盘而已啊。所以说啊，它不同于这一种，所以说不住系统，不住于这个啊，这种恶善声闻的这种系统涅盘。 所以叫做不助系统，鉴别二圣，他是鉴别二圣哦。二圣圣者他是不能够入于三界一的，他不能入于三界，他你离三界哦，犹如何在？所谓的三界无安，犹如何在？痛苦充满，甚可不安，所以他就赶快要离开哦，啊，离开三界，啊。 这个安住在这个天等涅盘里头，不肯度众生，所以他不能够入于三界也。而这位的菩萨不是如此哦，他是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位的菩萨啊，他能够四生而入于三界，啊，那么四生入于三界，不是有这种呃业。啊啊 实际不是有这种造圣界之业所受服而入于三界的，不是。他是为了度化众生，游戏人间的。所以啊，兼别二圣圣至不能入三界业。另外，入三界也可以这么解释的，菩萨他可以入三界，而造作沿途庄严。 国度成熟众生之之业，这个就叫上三业，二圣圣者他不入权，他不能够入权，而菩萨他可以，他可以。这个就是位不退，第二行不退，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的这种行不同于四天、普通生活，四天、完美之行哦，不同于苦提灭道。 方便之行，啊，方便之行就是由道底而证的灭谛，又了脱这个苦谛啊，世间的苦果、世间的苦因，这个就是方便之行，不同于这个。这种四谛方灭之行哦，二二生圣者，这种二四谛方灭之行，它是有助成、有退转的，而这边的菩萨。 行不退的菩萨，八就不如求他能够而通达根本菩提，而又真如啊，真如本性实际理地啊，这个理智一如而所关照之真如理理体，能关照的这个波罗智慧是一种没有二种理智合一喽啊，这是无二之行。 所以无二之行就是佛行咯，就是菩萨行，就是佛行啊。所以真正佛法就是无二法啊，所以都是讲究不二的，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,不,不,不去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啊等等，是吧？所以都是无二之行，因此就能够证他行不退的位置。 第三种是念不退哦，念不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这位菩萨的这个心念，他是不同意了而二圣圣传念到空无相无作三世多门，三世多门他是有念无念、啊、做分别取舍，啊，而现在这位菩萨不如此了啊，无相二圣圣常念到三世多门啊,啊。 有令无念，我们可以取舍的情形他现在不是如此，不然是怎么样？他运用空性观智，啊，他应用这种契合啊，这个真空离体，真空离体而升起的观照智慧，观照明了一切诸法。 都是如如相，如意真如之相，一如而无二如，因此吃苦，他就能够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啊，无念而念就是集而成草，念而无念就是造而成起，就是集草双融，集草一如啊，所以就运用这种无念之境。啊，为什么？ 叫做无念之境，因为他能够气落于，只有从头走走从起这种无念之境，所以叫做无念不退。这个叫做念不退啊，接着，而诸缘此意可别退，随顺平等善根非相杂，为为同佛地中各个生清净因取内盘道。 不能名正三不退离，南山不退，二分俗者，别叫位不退，在第七处行不退，在十回向念不退，在欢喜地，名叫位不退，在出信心行不退，在第十心念不退，在发心处，经和名之正显随顺平等善根一，亦故道成。 何处？他就提示说：这位也可以配特别配对随身平等啊，善根回下啊。啊，那么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与同佛地者各可申请听音其内盘道。那么这几句是出于能忍心的闻，能忍心的闻啊。 那么我们就解释一下，能严经，他就说，于同佛地地啊，于同佛地地中各个生清净因，一应发挥，取内盘道，免随顺平等上根回向。那么原因，老法师他就解释说，说其次。 说明你是一多中道微妙的一年该同佛地者啊，因为啊，所谓同佛地，同佛地是什么？又说明你一你体是一啊，后下头说啊，弟弟从各个生清净因。 二生静因是什么？就说明事多也，说明事项非常多，非常多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啊，这个与史皆本觉啊，对于史觉本觉同佛的这种理念。那么它的理体就是一味的，就是一如的。 而讲到因，而说到亲切，这个啊，就是我成就真因，真正的修因。来，然下头一因发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依靠此真因，真正的修因辗转扩充，所以叫做发挥，叫做一因发挥。 然后晓得取涅盘道是什么意思？从因克火，直取究竟涅盘之道果，这个叫做取涅盘道。那么解释名称叫做随顺平等上根回向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也就是说，随顺一念而成就多事。事理虽然有不同的名称，然而它的。 体性本来不是两样的，所以叫做平等；而能够身体无上的道果，也就是取称涅盘道，所以叫做善根。所以、啊、第六随顺平等善根回向，就是说明你是一朵用来说明中道回向的意义。好，这段就收课了，收课。接着。 我们再看它下头说：“为、so, 于同佛地中各个生清净因此内盘道，故能圆证三不退离，所以能够圆满证得三种不退之离。男三不退，男而三种不退，加了分别来配属的话，分别来配属的话呢？别叫啊，别叫的菩萨。” 胃不退是在第七处，第七处；行不退是在石灰向，石灰向；念不退是在欢喜地，别调的欢喜地啊！欢喜地就成为圣人了、哦。啊！那么明教的啊，不退是在初信心，初现，心不退是在第十信。 第十心就是第十心之心，练不退在发心处，发心处啊就属于啊这个出处，十处的出处就是发心处啊，发心处以上在名叫它就是圣人了，啊，它就是圣人了，十处十心十回向了啊，十地等次最后就妙觉啊。 而发身处就开始破一分无名，正得一分法身啊，所以啊，原教的出处就等于别教的出地啊，所以念不退，别教在欢喜地出地，原教就在发身处出处。经和明之正显随顺平等三根义苦。现在各位啊，这个第六。 不对心而来，合起来你看，现在合于第六不对心？来说明它就是正是显现出随顺平等三根的意义啊！随顺平等三根，也就是随顺一理而成就都是势理。虽然有有不同的名称，但都体系没有两样。 所以叫做平等，能够身体无上道果，就所谓叫做善根。这个就是随顺平等善根这种意义在轮廓啊。其他下头就解释经文，那何止不退心者啊？不退心者何处就解释说出去总标，总标取出来啊，将这位菩萨啊的这个。 能修自人所修之法，这个标题出来，能从标题出来，直接原标定，也就是标定文句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古籍里面取他们呢，取出章段一门来，啊，唯精无略，民不退心，唯独唯独清净，而、啊、不必而、啊、不必顾虑考虑啊。你、这、看、个，这个叫做不退心，第、这、三、个。 不落一切法菩提，不起心、障、两土、见，亦不不起听，相思无然。如山界也，亦心空，而不住退。解脱于第一种道，以何心步步行退？本知无二故，而不念退者。啊，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前面的没批哦，这个说这个是根据啊，据合作来标标点的？ 因为各家的注解，它的标点不一样啊。那我们这一这一次啊，这一位呢的经文就采取何处派，那其他我们大多都采取直解派啊，是有一个情形。好，那么下头下头我们看一个合处的说明：何处为啊，不入下别四三不退位。 不露防护的是为不退果，不起心张养，出见无人的是为不退业心者，为行人以服故惑而入禅劳。若于禅劳中不善观察，发起见爱见速习，明知为心，今善恩修不退心过，故惑消灭，心火不生，见爱恶习则悉其灭。 虽是显露三界也，以常行于空里。故特称为不退。言不住退，即是为不退也。此为不退，虽是为二圣空，然二圣岂能露三界也？故则名为殊胜，空非但空，只需明此一种不退，以非群小境界，况居明三不退也。 四面手证契他，乃于第一中道依何而行？不同恶胜契他，故不行退。四面了知生死本气及涅盘本气烦恼本气一体菩提本气更无恶气。念念恒与沙婆惹炽相应而不念退。好者。 何处解释说？无路之下，别是个别解释三种不退的位置。无路也仿佛的，就是啊，未不退之格；物体心长眼出见古人等等，就是未不退之因，它的体验。所谓的“心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修行之人。 一听享福就有的烦恼，而能够入于烦恼之中，禅乐换做中文叫做禁略，禁，也就是指律，也就是观，所以禅乐乃是指观双运之称，也就是禅乐。假若以这种指观三双运的禅乐当场不上。生。 一观察的话呢，它就会发起咯。这个爱钱，爱就是实火，见就是情。火，就是见识恶货过去的习气，它会重新发起。这个叫做心，叫做心。现在善于修息，不退心的轮廓，所以旧的烦恼消灭，新的烦恼不生起。这个见识。 两种的习气而完全熄灭了、哦。虽然示现如一神界一等众啊啊，而能够常常行于空里啊。他虽然如一神界，然而不是三界的业所系缚而入的，而他是怎样呢、啊？他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，沿途俗生。 的关系而露台，所以它能够常常啊啊运行于这种关行于这个空的真空的离体当中，所以能够证得啊这种的未不退。而讲到不足退，也就是不未不退的意思。这种的未不退，虽然这个似乎跟二乘圣者共同，然而。 二乘圣者难道能够入于三界也吗？啊，二乘圣者他就不能够像菩萨一样的啊，啊不能够依靠，嗯，是生于三界，呃、啊，呃、啊，实际不是一习的境界，他不如差，他也不能够沿途出生，是吧？所以就了不去，而、啊、云丘的位置是非常殊胜哦，你、啊、看这种的空。 不是断空啊、哦，不是断空，而是空空中有不空啊，不是断空，空而不空啊，只需只需要明白这这一种的不退，已经不是全教菩萨小生圣草的这种这个境界了。何况具图说明三种不退。 更更不是全小的境界了。其次说明所证得的,的系统是怎么样啊？乃是与啊，一、这个对啊，中道第一义谛，第一的这种真理当中，能够依合向而行？所以不同恶生的系统，所以它能够不贤退。 他能够入于行不退的位置，其次能够明白了知生死的本质就是涅盘的本质，烦恼的本质就是菩提的本质，更加没有两种的区别。啊念心心念念当中很常跟佛他一切众生相应，而能够更大念不退。 而不练退，就得正态练不退的位置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本气是什么意思？讲到本气，它有三种解释。第一种是根本就近的兵器，也就是绝对平等的理体。大头指涅盘来讲，又从真气、真如、实气，所以文体清在大正藏。 十七册九百一十三页上南收到，平等本气，圆满十方，嗯，平等的这个本气，也就是真如本心哦，它是圆满周遍十方四气哦。那圣曼清，那大正藏十二册，二百二十二页的中南收到，生死者一如来生。 以如来赞过，说本气不可知，这里的本气也是指这个真如实气，呃是涅盘来收带，这个就是本气。第一种解释法，第二种就是指过去以前的状态，跟这个前气是同一个意思、啊。那么第三种的意思就是指真理的根源。 万物的根本，啊、哦，那个根本。所以《中观论书卷六之末大正藏四十二册一百零一页上栏》，他说：“本气都是人法实体处也，本气都是人以及诸法而开始升起的处手。所以啊啊，我们这里它这个本气啊。 应当是采取第三种的解释，就是指真理的根源、万物的根本啊啊！所以就了知这里，我们顺着文说其次了知生死本气，本气也就是它的根本，生死的根本啊啊，它的根源就是涅槃的根本，它的根源。 烦恼的根本，也就是菩提的根本，更没有两种的这个极品，没有两种次品，所以啊，真实极涅盘，烦恼即菩提，是一如的，所以更无二体，就更无二如，是一如，所以念念、念念之间，恒常跟佛智相应，而能够入业。 念不退的位置，而念而不念退，就是正乱，念不退的位置啊。时间一到就超车，向下观察，未来的方向。